爱有很多种，一种是床上运动的爱，另一种是灵魂交织，就算你不碰我，我不碰你，依然感到幸福的爱。还有另外一种爱，叫做杨佑宁和 Melinda。虽然交往过程和所有天王天后一样保密保密再保密，低调低调再低调，没想到两人自从2020年结婚后突然转性。弟弟好帅，昏倒昏倒，对了，弟弟好帅，所以昏倒，对不对？好棒啊，妹妹，陈哥帅吗？不知晒娃，老婆 Melinda 在杨佑宁眼中简直就是女神般的存在。老婆比基尼照、每天的穿搭照都成了杨佑宁的放闪日常。打开 Melinda 的 IG， 你还会发现几乎每一则po文都能看到杨佑宁留言按爱心啦。嘿，小吃醋是一定要的，不过还有更夸张的。据了解，杨佑宁去年到大陆拍《潜流追踪》，但他要求剧组的不是想要个人 VVIP 套房，也不是私人专用保姆车，而是不管刚满周岁的女儿需要妈妈，杨佑宁也要老婆全程陪伴。不过 Melinda 也不甘只当杨太太而已。Hello guys。亲自示范美妆保养，2019年自创保养品牌，2021年更不畏疫情从电商跨足实体门市，当然也是个女强人来着。Melinda 现在在美妆界已小有名气，杨佑宁也力撑老婆成为网红。